亲小朋友。对了，等一下还有活动，记得留下来哦。好，来，那我们下一题的题目是会用到嘴巴的东西。嘴巴什么东西会用到嘴巴？吃饭会不会用到嘴巴？会。好，那就要跳哪一边？那边。好，知道吗？好好，那我们先回原位。好，来，我们题目开始喽。吹泡泡，吹泡泡，吹气球，刷马桶，马桶不能用嘴巴刷哦。好，垃圾桶。好，对对对，来吃饭。叠罗汉，叠罗汉，讲电话，哦，好，讲说好话，说谎话，我说谎话可以不用用嘴巴讲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先到旁边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我要参加拜布布活 ，OK？ 那、欸、你们三个都对啊，你们三个都对，只有他错而已。对对，我们要选一个最后的优胜者送小礼物，来吐口水，吐口水，吐宝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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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鼻水，有鼻水在用嘴巴哦，用嘴巴。哎，有鼻水，有鼻水为什么会用到嘴巴呢？哦，我们再一次哦，再一次哦，来，有鼻水，对，好，好，忘情水，忘情水，不知道的都是，擦擦，不知道就这边。好了，我们题目结束，我们来这边这一段的题目结束了，来，我们谢谢三位小朋友，非常优秀，来，我们到前面来。问一下这一场要干什么？依晨，你很棒哎，反应要快哦。Troubles aside, alright, 'cause we got the keys to the universe.